上的神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的神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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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多来敬拜他，在今天我们要向神献上全新的感谢。在今天我们要向神献上全新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要进入到神的院所里面，阿们。我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在神的面前，阿们。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为世春来宣告，世春要充满神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世春要充满敬拜的声音，每个大街小巷都要充满敬拜的声音，阿们。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举起你的双手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也是谢谢你，主啊，我们宣告你敬拜的声音要从世村发出来，也是谢谢你，主啊，世村的大街小巷，主啊，每个路口，主啊，每个房子，主啊，都充满你的恩典，都要充满敬拜的声音，都要充满你的福音，也是谢谢你。也吸引更多的儿女来到这个当中，多谢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院，全心颂赞，献上威信，是尊称你国子，在你里面，你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不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年，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宣告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院，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全城的国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全人关怀协会理事长黄慧君理事长上台跟我们致辞，来欢迎所有的嘉宾，掌声欢迎，掌声不够热烈，掌声欢迎。我在这个分享之前一定要介绍这个美女，美不美？不美的等一下不能吃饭啊，这个是我们行道会的这个重金礼聘过来的我们美丽的主持人，然后呢，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创办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老师跟教练，所以我们欢迎怡萍，谢谢大家，谢谢，哇，太棒了，我们终于调兵遣将可以把他调过来。OK， 好，我相信呢，我跟那个怡萍，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啦。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工作呢，台湾律师方舟的整个工作就是在部落做这个身份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相信呢，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我们也刚好要欢迎我们的那个立法委员吴立华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来我们中间，谢谢委员。那当然，我还是要欢迎我们的主要的家长哈。我们的这个古罗教会的高春满牧师在我们中间，谢谢牧师。哦，还有今天的主要的这个主角，哦，我们的那个这个我们的子杠，对，子杠，干妈啊，子啊，干妈，子杠，子杠，阿妈，干妈，对，干妈阿子，我们欢迎他，干妈阿子。
对，因为我呢很特别的哦，今天在这里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要宣布。除了这个潮州的关怀站开幕之外呢，其实我们真的很开心，就是今天呢我们可以大家齐聚一堂，对不对？阿妹，谢谢大家，我们拍手，我们谢谢神给我们这个特别的机会，可以一起来见证这个荣耀的工作。阿妹。Amen。 旁边的说，嘿，你是有福的，嘿，你是有福的。如果不是神，我们哪里都不能去。 Amen。 Amen。 如果不是神，我们无法做任何事。 Amen。 我相信呢，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开序，就是要更多来见证神荣耀的作为。 Amen。 Amen。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也借这个机会跟左右邻居谢谢，因为真的是这个特别的，今天第一天这个休假日齁，我们在这个地方办这个喜事，但是呢我们也更多的谢谢我们左右邻居的包容，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一起家宴。阿妹，谢谢大家。 Amen。 谢谢，谢谢慧君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齐聚一堂的一天哈，如果没有上帝预定的这一天，我们大家东西南北东南西北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但是就是有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聚在一起。阿们。所以请跟你同桌的人说，太开心在今天看到你了。阿们。太开心太开心了，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接下来呢，我要邀请我们的中华全人教育促进会的高牧师高春满牧师上台为我们致辞，欢迎牧师，掌声热烈欢迎。我们先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Amen。 我相信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因为神的爱把我们都聚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我们非常的感恩上帝把大天使带到我们中间，我们的慧君姐还有建中大哥，建中今天变大哥非常感谢主哈，因着他们的爱心，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并且能够落实在部落的关怀，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昨天我特别前天跟思春里的里长有表达了我们在这里设关怀站的一个初衷以及我们的期待，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关怀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在这里欢庆这个地方，同时我们也能够让神的爱能够更大的扩张在我们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落的里头，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爱不是只有口头上说的而已，而是我们真的能够行在生活当中，让更多人得到帮助，然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神的爱，就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而且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祝福今天整个的盛会从开始到结束，不只是我们的神的荣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参与的人，我们都爱这块土地的人，也可以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里面。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基督教拿撒勒人鼓楼关怀协会的李淑明主任，我们要欢迎李主任上台为我们致辞。谢谢主任，掌声不够热烈，掌声欢迎。大家平安，平安。先在这里跟所有的家人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也祝福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有新的盼望、新的意向、有新的未来、新的期盼、有新的开创。那在这个地方呢，为着我们今天所有的聚集，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因着神的爱，就像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要为这一片土地奉献什么？那唯有我们脚踏上这块地，用我们的心真诚的为这块土地祷告，神就会做他要做的工，让我们接下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事工，有的人说话，有的人做事，有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天我们要接下来有一段影片，是我们的赞助单位财团法人林建中文创基金会。要为我们带来一个影片的介绍，让我们先一起来观赏这段影片。声音，声音，声音。
这些在乡里面的年轻人变成民宿的老板后，部落里面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诊所或者是医疗院所。金有心，他是在泰国服务的，他是牙医，在中南部非常的庞大，然后在泰国有投资，先是海岸村长引荐到我们。的时候里面就传出了汉堡包的香味，所以如果你早来的，你就会目睹到我们很多的孩子亲手制作这些汉堡包，而这个汉堡包的餐车哪里有需要他就开到哪里去。待会我们就让吴俊的传达亲自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意向，他的故事，掌声欢迎吴俊的传达。今天不分享我的意向，不分享。好，四村的意向和未来比较重要。是，好。我今天要来鼓励我们在座的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我们今天所有四村的年轻人，是，他们五点钟起床，六点钟集合，然后呢，在一个半小时做200个汉堡，他说今天晚上会梦到汉堡。然后从国小生到国中生到大学生一起来，然后我会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四村来的。四村来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就算它在偏远，就算它看起来在资源不足，只要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是这个地方一定会改变。 Amen， 一定会改变。 Amen。所以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所以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是，所以我们给我们在座所有的儿童、青少年、yeah. 大专生，给他们鼓励， yeah. 因为他是我们自身的未来。Yeah. 是的。还有第二种人，特别要鼓励你们，因为你们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Amen。你们每一天好像看起来只是在耳提面命，只是在柴米油盐，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常。寒假过完过暑假，暑假过完过寒假，国中到高中，其实不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正在孕育伟大的人才，所以你非常的重要。好像我们刚刚建中执行长，好像我们刚刚所有这些我们的前辈贵宾所说的，你们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是伟大的家长，是，所以我们要给自己鼓励。所以今天的这一栋这个怎样的落成，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很重要。 yeah, 你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手中最宝贵的器皿。接下来让我们要来欢迎社团法人天堂爱教育协会的王俊尧理事长来到台上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神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这边，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那我们天堂爱教育协会，我们在台北呢，主要我们在做学龄前的教育。那刚好在这几年有机会可以跟方舟跟慧君姐能够有一些连结，那也透过方舟，让我们能够把台北市把这些都市的孩子能够带到部落，让他们能够看见，原来在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电视，不是只有功课，还有一片爱土地的人，还有一片喜欢在这土地上奉献一切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就这机会呢，能够跟方舟认识。那透过这段时间，也看见方舟的确在偏乡的这些关怀事工上面，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真的政府做不到的，他们全包了；政府看不见的，他们全包了。所以今天很感谢神，让方舟能够在这个地方，在四村这个地方，能够成立一个新的关怀站。我相信神要透过这个地方，要成为这里的祝福。要成为这里许多的人，许多的孩子，他们更多的被关心，他们更多的被建造，台湾下一代的军队，神国度的军队就要在这里被建造，要准备出发了。感谢团体用他们的诗歌，用他们的舞蹈，一起来向神献上他们的感谢。但在歌曲演出之前呢，我们先要邀请鼓楼教会的松年组的桂兰先上台，跟我们分享一些神的话语，然后带出他的团队的一些敬拜的诗歌。我们先掌声欢迎桂兰。
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在这里。那我们送你第一个开场。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唱。我首先先感谢神，神给我们机会，然后我们在这里来荣耀他。那也感谢我们方舟，日月方舟关怀协会给我们这样的舞台，也祝福他们之后能够更多更多的得生命，更多的得四春，甚至包括外面的更多的生命，也更多的关怀的所有的小朋友能够进入来让我们去关心。好，感谢主，那我们献上一个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我们在这里唱跳这个献舞，在这里为上帝献舞。好，放了吗？起来拍手！
尊会梅园教会的黄宏基长老要带来他们的团队，他们待会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太阳美声的歌曲，我们先请长老来跟我们分享。大家平安，跟你旁边的说，有你真好，有你真好，因为有你我们就会变得不一样。 Amen。 因为有你这个地方将会不一样，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Amen。 要说致辞的话呢，因为前面的人都已经说得很好听了，再也没有那么好听的话可以说、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带来的有三首歌，其中等一下我们要唱要献的这一首歌呢叫恩典，一切都是要归于神的恩典，因为有神的恩典，一切才会有祝福。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歌曲，女生，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的鼓楼陪读班的孩子有十多位的孩子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鼓楼陪读班他们的成立，孩子的成绩进步了，生活我也多了一些陪伴和照顾，孩子们充满着感恩，也听见了有新的陪读班要成立，他们一定要来到现场献上他们的祝福。现在我们要欢迎这些我们可爱天真的鼓楼陪读班的孩子，他们要献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活出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这些可爱的宝贝们，掌声再热烈一点。
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送来。耶稣的爱点燃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成员和家人，欢迎慧君姐还有建中弟兄加入这个美好的大家族。感恩天父，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你，你真的是一位美好的上帝。Amen。 主啊，你不只是让我们在这里经历你的爱，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分彼此不分种族，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一家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餐，祝福这些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特别纪念建中弟兄他如此的慷慨，然后主啊为我们欢庆，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这里享受这美好的宴席。谢谢主耶稣，不仅是让我们在餐桌上享受这些美食，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餐桌上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主啊，我们要欢迎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每一个参与的人真的是满满的感恩。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奉耶稣的名，也祝福我们所有的邻居们，让他们也一样同慕主恩。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牧师。3年前我就认识辉老师，对，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这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省它是超前部署的省，阿门。对，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是他所定的，那这个地方也是他所命定的一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是要从这里兴起起来。对，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也感谢，就是说这一路上我们这样的走过来都是神的带领，若不是神，我们今天的我们耶稣施工跟我们的绿色方桌还有我们的国际信封今天就不会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古楼教会，对，因为跟他们的连结啊，神的爱在他们里面，那也是神所命定的，就是这里就是属他的，这里就是耶稣，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要在这里兴起。阿门。对，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我们的威老师，因为神的带领，现在我们也成为了他，成为了我们台湾族的公主，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对，也因为这样，所以使我们这个团队也进入到这里。对，然后以我们的古楼教会还有在这地的所有的台湾族，我们要跟你们就是要合而为一，因为神说他的儿女不管在哪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合一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成为大家的一家人。对，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说你们这里台湾族我们的家人也这样的用心的这样爱我们，所以使我们在这里有感受到满满大家的爱，所以也让我们在这边很自在，
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对，然后今天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心来在主的面前，就是说感谢主。不管未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但是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在这里，因为这边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要在这边兴起来，要在这里来训练起来。将来我们就是要从南边南部这个地方来往中部、往东部、往北部。是，对，耶和华的军队就是在这里的。这个给慧君管理，家里人说是我的妹妹要使用这个地方，说太好了。既然是妹妹，我们讲嘎嘎，如果嘎嘎，没有第二句话了。只要是妹妹或是姐姐哦，没有或是哥哥，都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辩驳的，只有感谢祷告。所以我妈妈就又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慧君跟建中弟兄。所以这个连结不是我跟那个慧君连结而已，是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连结。所以这是原住民的连结的一个意义在这里。是，所以我们只要是成为一家人，原住民真的很单纯，白浪好像三四代就消失了嘛，我们五六代好像一家人一样的，那个没有所谓的外人呐、啊。是，我们好几代好像就像亲表弟一样，所以我们的那种文化的那种习惯哦，跟那个生活习惯完全跟白浪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很看重这个。Do you